会务报告，请主席主持。会务报告，我们请我们的陈秘书为大家做详细的报告。主席说的哦，各位先进师友在场哦，各位师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秘书陈俊生在这里报告哦，那我还是要很感谢哈、哦，这个所有先进师兄哦，在这一年内哦，对会务的这个哦帮忙跟支援哦，鼎力相助哦，那。今天我们的自强活动等一下开始会有这个美食佳肴，还有卡拉 OK。那我很期待这个今天的安排能让各位有个尽兴的这个夜晚以上秘书报告，谢谢。谢谢我们的陈秘书，那请继续下面请。